What?成了辅助。那在中路的，我觉得我的个妈耶！哎，这你成功嗅到了我吗？好吧，我甚至忘了我刚才要说什么。这着定不下来啊。那这边选择带一个余震倒是比较少见的辅助酒桶的带法，赵信已经从旁边绕过来了，但是后面做了眼的，看一下这个位置已经压到这里了，一闪撞一下撞到二弟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没了，看一下人头要给谁。好，汤，哎，不和汤，这个地方直接拿人头了，直接拿人头了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刚好看到眼，哎，背回来了，背回来，这里有闪现，看交斗手走不走得掉，还一个大没了没了，交斗手肯定是走不掉了，哎。直接这交了一个闪现，这种距离直接背到了，没有被一闪来了来了来了，从这里过来看到河蟹已经被刷掉了，这里直接一技能过去 W 定住这个位置，戳下 E 赵信还有闪现的，直接被捅掉了，前期熊熊节奏非常好，那下半区的也差不多应该是不去刷了，这顶一下回头是给了一个恐惧打一套，但是这个 W 是没有打在 Loken 身上打出印记，奔这里帮忙挡了一下，很细节，下路那你也过来了，是要逼你走，要打一波四包二直接上了闪现，直接上了，这个位置因为恐惧已经没了，这里的话 Krama 是交了一个闪现，他一个闪现逼到了下路六级的厄加特，厄加特这里没有闪现，看一下这里拉回来，直接过来打一套一个 Q 技能，回头的话这里放一个大招，但是还哎拉回来了，不过在死之前、哦、这边的话是已经再吃一层塔皮，非常稳，也不上去点了一下，哎，这里打一套，这个位置 Loken 血量有点残，看一下直接上，这交了一个大招 ，Krama 完成了线上击杀，还想打吗？这的话三六九是再往这边走，直接炸一下，炸过去，伤害非常高，上来打一波一闪，打两个 Q 技能跟上了之后 ，Krama 这边也没了，确实不太好，因为是起来冰女有点危险 ，Net 这里有大招，看一下什么时候开不出来，位置已经被发现了，看一下要杀 Aris 这个位置有闪现，能不能跑？这里的话看自己走不掉了，直接回头要打一闪背回来，这里的话交了一个闪现，直接过去看一下熊熊这里被斩了一下，但是艾瑞斯这里先死，这边阿卡丽过来被定了一下，有点危险，但是过来了之后回了一口，主要是三六九刚才这个大招控了有一点点伤，看一下这个位置被恐惧一下，奈特应该是走不掉了，回头反打康迪拿下，这里看一下要找谁，找的是一个康迪 RD 来了，稻草人过来直接捅上去，稻草人的反打能力并不强，这是直接拉回来，恐惧过来一个康迪，康迪还剩最后一丝血，熊熊过来，这里 W 戳一下没有戳到，这 Q 技能过强，但是没地方走呀，康迪这里反向回家没办法呀，塔这里是完成了一波击杀，人头这里想找机会吗？康迪这里直接捅过去，看一下康迪这里血量下得很残，这是直接开出一个大招，但旁边找了个机会，这边找到的是一个酒桶，酒桶血量下了半血，开了一个金身，不过阿卡丽这里由于没有进化被定在原地之后没有办法，阿迪过来也是被收下，从里面走出来的，时间二十分钟，老跟店已经掉了五座外塔，剩下一座外塔也岌岌可危，哎，感觉熊熊这个位置有点想上啊，这个位置丽桑卓在后面回头打一套，这个位置下我开起来全是残血，这波库尔玛也没有办法走，直接被卢锡安跟过来杀掉了，打了一现在只剩下一个诺手，这进不了野区的，这也太难受了，诺手怎么说被四个人围殴，冰女移过来给一点点减速啊，这回头斩一下，但是斩不死呀，应该是斩不死的，回头和这边诺手的那个地，但是上路过来推了，上路过来推了，这边的话是直接让 C 位过来推塔，而且有人余震，把人支走了之后上塔直接偷掉了，高地没了，这回防老跟爹哪怕回过来这塔也已经没了，而且这边只要人员集结 top 这波是可以直接拿水晶的，赶过来了，这波冰女想要打塔，但是一技能先拉上位走了，非常稳非常稳，
再来排一下这边的视野，直接过来，走高地托普就这么运营一波，排波大龙视野白拿了一路高地。哎，这直接找个机会，康帝上来给一个大招，这边大招是直接拉在了一个熊熊身上，熊直接阵亡。稻草人也一般般，这一波直接蓝色方收割了，只剩下一个阿卡丽跟过来之后怎么走背回来，还有一个金身小的 Loken。 哦，这边的话是收到一个三杀，但是这边的话 Loken 也是被换掉。没有反手的阵容还必须先哎，这里找个机会要杀，要杀熊熊，熊熊这里开一个大招，血盆扫身上给了一个，这里给了一个血手，回头开出个金身，但是好像不是特别好，后面来人了呀，冰女进场，看一下这个地方进场了，接到后排直接把这个冰女切掉了，回头还继续打，这里的话是杀掉了冰女，这里好像有一点机会，但主要的战力看一下洛克这里还在，回头收量的诺手人都是让 Ben 给拿到，中路这里找个机会，老文爹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康帝有没有机会下去抢，但是龙已经没了呀，王金明推到下面的门牙这里，哎，但是只要找机会找的是一个稻草人，这个时候减速到一技能过去，这是开了一个金身，但是原地好像等死啊，炸一下是把人给送走了，看一下这里回头打一下，这边带到原地开了一个金身，不过这 RD 挑大过来准一解一下，这边的话成功把 RD 给收掉了，后面这个地方还在杀，打出了一个春哥甲，但是这个春哥甲好像也没什么太大作用。哇，跟上来了之后直接一波 ace， 这边五个人全在。26-10，最终在28分钟 ，TOP 收下了本场比赛胜利。